声隆隆，教招员眼神专注，拿着六 K 兔朝着标靶进行射击训练。装子弹送上枪机，尽管已经退伍一段时间，重回靶场依然有模有样。从早上开始，教招员全副武装，头戴钢盔，系着 S 腰带，进行七公里行军。演练模拟逼真，由连长下达各种敌军攻击，做出正确反应。行军过程同时实施营战备任务综合演练，遇到毒气和炮击，教招员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完成指令，随时处在警戒状态，处处皆战场，时时都训练。我退伍了四年多，第一次被教招回到部队，有些许的期待跟兴奋。台海其实是也是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，紧急状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立刻的能够上手。被称为史上最硬教招的新制十四天训练，其中陆军第十军团、步兵第两五拐旅十七号迈入第六天，在嘉义靶场进行训练。训练过程中，还有可爱的幼稚园小朋友在马路旁加油打气。陆军第十军团强调，透过部队行军训练，要让教招员熟悉战术动作运用要领，并且提升全民防卫动员战力。华视新闻陈建邦、徐金一、蔡孟俊加以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